哎，你有没有点游戏理解啊？我这个时候输个蓝都可以全程技能。哎，追不上的。啊，追不上。啊？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给我说一遍。啊？哇，你怎么时间比我快啊？兄弟们，全体起立，勋战车，站起来了！我靠，没意思。李正也，李正也是正确的，今天好啊。哎，对了，为什么玩 A 车不能开序列啊？ Okay, 啊，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贾宏在他女朋友被窝里啊。我真的是服了，他妈哪个老六他妈改的进位？莫青，哎，哎，莫青啊，别闹！哎，我真的上来第一把就要垫底了。时间这么慢，就在这里打。我操，这红色的车差点看成那个。哇、啊、我操，我都不敢甩了。圆月怎么这么容易中出啊？哎呀，别别呀，不要啊！啊，我都不敢甩了，我操！哎，冰魄真好。哇，冰魄练度好低啊，不对。啊，别！小哥哥又中出了，我服了！打了吧，打了吧，小哥没了，走走走！小七呀、啊，能不能跑快一点啊？快跑啊！别害你哥。没事，我今天没热手。哎，我感觉我今天没热手，手感也不差。哦，有点乱，有点乱，有点乱，别停，别停。好，非常好，非常好，还不错。小哥，小哥 A 车很自信啊！我刚拉完屎没收。小哥一把啊，小哥一把。小哥减啊，小哥减服啊。大王服啊，有啥办法？是这个学猴叫有点让我紧张了，这个知道吧？我跑巴女又更新，我不想学猴叫，不是，我也不想拍视频。来，新梦，我爬个树叫两声。新梦是吧？新梦，完了呀！我不会 A 车呀，完了。完了。想看我学猴叫，我不想叫啊。本来就挺像猴了，还要学，还要拍视频出来。开吧，开吧，开吧。裁决，我玩裁决，不玩流火。39-9或40-39。
仙儿，还好还好。你撞我干什么？等一下，你撞我小门！你撞我干什么？我肯定要撞你啊！他们要和平发展，你知道没？行行行，和平发展，反正你也没买到。来离得就近，你知道没？你还等一下不干你了。嗯。咱们求稳吧。小红啊，小红，小红去他那个小妹妹那个地方去了。啊、去陪他小妹妹去了。沉迷女色无法自拔啊！今天晚上没来啊。第六，阿春电脑没弄好。来沁园村。沁园村。这个学猴叫的人肯定不可能是我。哎，换车换车，三三喵口。马上，要打字我。OK OK， 开吧。怎么你们都不说话的呀？你们话多一点，知道没？哎，要爬还有一个是啥去吧？换车，我开冰破呀！有转圈圈了不？怎么有人开流火啊？啊，没事，流火就谁开流火呀？有人掉线了吗？还是干嘛？一个掉线了吗？没有，没有人掉，没有人掉。高手开什么都一样。哎呀！我操！我发现了，全是老手，一根弓都不用啊！谁敢用啊？谁敢用 ECU 啊？好好我操！刚刚王没有啊，兄弟们没有，我真没有，我真没有，无了！我操！鸡哥看来挺想学猴叫的。哇，王卡！我真没有，王卡了。我真没有、这个 OBS 怎么那么爱卡、我在那里这么慢的机器还能被推下去，我服了。我这把两个人前后夹击，前面哎，这个人穿的好骚啊，谁呀、啊？好了吗？今晚虎爷上树了吗？啊！我靠，没有获取途径。我操，直接卡掉两。这么骚的衣服我有没有？找不到。云梦泽是吧？好。上树了。好。Very good， 开个播去。啊，还有人没有开播啊？我没有换车，你们确定用龙吗？啊，不后悔吗？我不用龙，我他妈打死不用龙，我打死不用龙啊！出不去就废，好吧，这个阿森在我隔壁房间直播啊，在我隔壁房间，我拿电脑还要再调一下。茶老板真的运气好啊！你这是在挑衅大家？什么叫我没了？明明是你。你带个龙啊？我带龙，我调啊，我后面后接。今天是尊严之战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穿的比我好看？我靠！哎，谁呀、顶我？谁的影子？要吗？哎，干嘛呀？不要怪我！哎，你要干什么？你要跟我同归于尽啊！好，霍金，好，今天晚上这份火龙没有用的。今天晚上啊，兄弟们，今天晚上谁垫底最多啊？发个视频好吧，学猴子爬树啊！让你们卡一卡吗？我靠，我真的服了！北海渔场是吧？有点出事了。北海带什么呀？好，完了，彻底完。北海渔场带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带流火的，就这么说吧，来吧。那你们就用白绝呗。反正我不会带流火的，流火这个车虽然快，我肯定是流火啊，我肯定流火。来，你们全部人流火，我裁决，我不带流火，我反正不带。我肯定流火，别说了，你们带吧，我不带啊，我不带，我真不带。稳打就行了。哎呀。
操，我他妈大事不妙！哎，你说你还要打我？小马没了，小哥。小马来改呀、啊，来改呀、啊，来改呀、啊！小马没了，小马没了，前面都不用打了。我靠！哎，我他妈怎么老头子按不出快出啊？他一把三次了。别打了，别打了，小马没了。很像问，小马没了，小马没了，别打，别打。哎呀！别打了。喂！哦，不错的。哎，求问。求我。这把不会我买了，这把谁买啊？这把啥子？大老板买，我操，笑死我了。打的呢，我操！哎，不对呀、啊，他妈的什么情况、啊？你把自己卡没的，你还怪我？我操，他妈怎么什么情况、啊？这一把脱标了四次啊，都按不出快出。发生了啥？阿贝姐来卡位，把自己卡没了。服务了，都带货清着吧。阿森呢？问了一下那边，他说不能在我直播间露脸啊，所以那肯定不能让他冒风险。我告诉你，妈的，不然他妈违约赔500万。完成是吧？行。所以咱们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了。他现在在我隔壁啊，他在我隔壁直播，物理意义上的隔壁啊。没事，不要慌啊，他之后应该待在我这里待很长时间了。不会有人开心皇吧？为什么不开心皇啊？我就不开刘普。刘火比经常快很多，现在快一秒啊！我不知道这个图活不活啊？对啊，快一秒啊，一秒半，就是相当于机甲跟 A 车的差距了。感谢色小马被烟披烟里送出的半条，感谢无所谓送出的半条。需要哪个？这个还有观战呢，我才发现。流火开的有点麻，不开冷，好吧。小哥选图，小哥。小哥选图啊，来，小哥选图。小哥选图，什么图？选个那个天府吧。天府。云游天府啊，云游天府。
我操，云游天府应该不会有人不带兵过吧？啊，肯定都是兵过，不用想啊。你们不说，我还想搞特殊，兄弟们啊，给你们审核一个竞猜啊，能不能连续啊，兄弟们，能不能连续几把不垫底？审核一个竞猜。斗鱼审核员上班了，斗鱼审核员上班了。哇，这谁呀、啊？这么硬啊！老板干嘛？完了，这就完了，这张准不通。哎呀，几哥，几哥不要！那什么？小哥这张图这么猛啊！都不要啊，几哥，你那好紧的。哎呀，不要来我，我靠！那关我什么事？你自己失误了。我靠，又失误了，被你一奶。哎，我失误了，不要上来。哇、哦、鸡哥怎么说鸡哥喂喂喂喂喂小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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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了不打了不打了后面没了啊霍金没了不要打了我靠到底是谁害我失误了是你小马什么东西啊啊好霍金两把霍金两把霍金两把你刚才还笑还笑吗霍金还笑不笑哎兄弟们他阿森来的时候他没问你知道吧后来去问了一下不能在我直播间录啊不能在我直播间录脸那肯定不可能让他冒险啊、哦、对不对妈真的要赔钱你们来赔呢对不对非常那肯定不能让他冒这个险啊那负责任啊兄弟们没关系嘛对吧那来我这里就在我隔壁直播嘛对吧反正在我这里他妈白天还可以跟我出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啊只是不能直播而已又不是说他妈不能干嘛对不对该干嘛还是干嘛哎呀这小马这么装是吧你没了还开这个干嘛我就开这个你不给啊你打得过我吗、啊、你打得过我吗你开你打得过我吗？开玩笑，这张石秀，我以前做过国服，我打不过你们。看一下你这把谁在谁的后面。小马子，你能不能稳住啊？那肯定能稳啊，这张都百分百稳，跟你开玩笑的。哇哎呀谁喂别跑了你谁呀别跑了啊谁我被影响了有外援谁请了外援哎啊我靠小马子开这个车是这么紧啊小马子你追了上来但是你超得过去吗快来超我快来超我你第二圈就尾了我这车第二圈还有记得哎、啊、没用了你那个车第二圈你就尾大家一起尾哎你有没有点游戏理解啊我这个车苏格兰都可以全程技能、啊、哎你追不上的啊追不上 啊,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给我说一遍啊哇你怎么直接比我快啊兄弟们全体起立勋战车站起来了我靠哎呀我去把我干嘛给我输了干嘛呀你居然还在这里你这个头呀你们直线比我快呀哎呀为什么要扛逼上去了打不住我没了不是我的问题吗让他装那个逼干嘛呀
吓死我了，都快单单都没有，哎呀，我忘了这个人，我操！知道我为什么开这辆车了吗，兄弟们？好，给你们开个竞猜啊，各位。吓死我了！给你们开个竞猜啊，给你们开个竞猜。稍等一下，给你们开个竞猜，能不能连续三把不垫底啊？能不能连续三把不垫底？连续三把不垫底，兄弟们啊，能不能连续三把不垫底？两圈全在那个星星。兄弟们，你们也是知道的，不可能一个晚上一把都不垫底的，所以我开连续三把不垫底，你们要谨慎的压的啊。这把开始我就不玩。来来来，兄弟们，来来来来，下次开五把，下次开五把，现在先开三把，下次开五把，下次开五把，啥一是吧 ？OK OK， 啥一，不好意思，各位。一下子没有看过来啊！一下子没有看过来。1,2,3,4,5,6,7,8。这里能操盘就没意思了，谁操盘谁死吗？我告诉你，真的。第八局了，对啊。这么玩？我靠，这他妈的没速度了呀，兄弟！谁呀？这么冲！我靠！谁呀？把我！有人没了，小马没了，千万别打哎，不对呀、啊，这还没封盘呢、啊，我操！哎，别打啊，别打啊，千万别打啊！不行不行不行，他妈的这盘都没封！哎呀，小马人真好啊！哎，我直接前方，盘都还没封，我操！哎呀，吓死了！盘都还没封，哎，好，哎呀，这盘他妈都还没封，我操！不行不行不行，他妈的右边全压满去了！我给顶下去！等一下等一下，再开一把，再开一把，再开一把！再开一把，重新开一把，重新开一把。等一下开始之前我要封盘了，他妈盘都还没封，我操！来来来，下把开始之前我把盘给封了，好吧？下把开始之前我盘给封了。下把开始之前我把盘给封了啊。苏格兰，这是苏格兰。DJ 突然变得好、啊、下把开始之前我把盘给封了，兄弟们赶紧压赶紧压，你们要赶紧压赶紧压，没有多少时间的啊，没有多少时间的，下把开始之前我把盘给封了，哇，连续三把连续三把连续三把，我跟你开一样的，小马这把我们第一第二直接拿下钱，你凭什么跟我拿第一第二啊？什么我蓝博我也不烂啊，你凭什么拿第一第二？你凭什么？你把我们当什么了？确实，你把剩下四个人当什么了？你把我不是你那个霍金，不是除了你那个霍金，你那个苏格兰我都看不下去，你那个 A 车。我的苏格兰你打得过我吗？前提是。嗯、兄弟们，赶紧赶紧压，赶紧压，赶紧压，不要最后一个时刻才压。我开局之前我就封盘了，开局之前我就封盘了啊。封地我砍一点。好，封盘了。苏格兰我什么时候怕过？我的王中王。我操！小哥，这就是你说的第一、第二吗？啊，你前面是不是忘记加了两个字啊？倒数。我们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也是第一、第二呀。啊，我不想笑，我真不想笑，我靠！是吧？倒数第一也是第一。没事，能追。妈的，这兰博基尼真不如我开那个。你来碰我就是自取其辱。你要来碰我啊？你住。干嘛？我兰博基尼不比你强吗？不打了，我错了。
哎，这就对了嘛，知道认错还是好好兄弟啊。对，我错了，我错了，你就稳着跑就行了。阿比，有人失误了，快跑！有人失误了，快跑！我也错了，我也错了，别打了，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没有必要。我不卡了，我不卡位了，快！我也不卡了，我也不卡了。别甩了，别甩了，别甩了！我操，这兰博基尼怎么这么难玩啊？哎呀，我被你打了，阿比！快跑！这兰博基尼好难玩，真的不如不开，兄弟们，真不如不开。你等我一下，把我顶出去了。你不甩，那怪霍金山，霍金山，兄弟们一把了、啊。你为什么要甩？我都说进阶。我少了一个坑，我不甩，我怎么办啊？谁在说？
妈！哎呦，他好闪呀、啊！谁呀、啊？什么鬼、啊？什么声音啊？谁提前叫了呀？张恒国，妈，张恒国替我们叫了，等下不用叫了啊！喂、啊！哎呀，我服了！他们在干什么？能拉不住啊，小马。哇、哦，你放心，这冰魄谁稳不住啊？打个气都能撤身了吗？小鸡，这个武器做了一整局的坏事，我看得一清二楚。稳住啊，小马，千万别再停住了，后面的人已经没了。我把你今天晚上打丢了，恭喜左边！我把你今天晚上不是你，不是恭喜左边！绝对是他俩，连续三把不垫底，兄弟们，连续三把不垫底，我把你救了，你还要输我，你真的下意了。无语，你在干什么？怎么卡？恭喜左边啊！重新开一把啊！重新开一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第一圈他把我害死了，第二圈把小鸡害死了。开另外一个。我没有喷了呀，我只能平跑了呀。小鸡，你要学猴叫了呀！记得拍视频，爬树，怎么可能是我？嗯，来工地，好图好图，老爹工地是吧？好好好好好。工地，鸡哥，你什么意思？鸡哥，什么意思？我操！你选工地什么意思啊？就要让霍金买。鸡哥试了啊，鸡哥试了。我去，感谢一段段五二零送出的一发火箭啊！感谢感谢感谢兄弟啊！谢谢兄弟送出的火箭。老板大气，哎呦！记住你们这一把。老板破费了啊！老板破费了，老板破费了！感谢兄弟送出的火箭啊！啊？谁呀？一直在那叫。就是那个张恒国。我年底板，年均年底板。完了完了，公开赛打多了，他妈双喷起步。哇！谁呀、啊？这个谁在观战我呀、啊？到底啊？都怪他，他害我连地板了，绝对是有问题。我打我的偶像的力量，好吧？我过去怎么又出去了？兄弟们，给你们开的竞猜是下把开始的啊，说清楚啊，是下把开始的，因为这把没封盘啊，下把开始，好吧？下把开始，下把开始，这个竞猜下把生效啊，下把开始生效。下把开始生效啊，兄弟们，这个金牌。哎呦，反向了呀！哇，你们怎么今天这么闪啊？哎呦，竟然！哎呦，神的加持！我靠！我靠！哎，不对，我今天老点不出快出，老他妈点不出快出啊，什么意思啊？哇，这个无疑是真的惨啊！我操，我这有谁买？哎呀，我操！哎，谢谢小马，怎么有人提前吼叫了？妈的，气死我了！好好。喂喂喂喂，谁呀、啊？张恒国，肯定是张恒国。就跟查一个头像的那个人。张恒国，就跟查一个头像的那个人啊。你在那叫什么叫？别叫了，别叫了。好了，兄弟们，下把封盘啊，从这把开始啊。从这把开始，从这把开始。真不是我。从这把开始啊。是那个。什么图？赶紧压，兄弟们，赶紧压，马上封盘了。小马，小马血。美洲大峡谷。美洲大峡谷。好图。这人只会美洲大峡谷，来什么图？什么车啊？严军，三把，三把，三把，兄弟们，三把，三把，还是三把啊，还是三把。下次开五把的，给你们提前预审核一下行。哦，还审核不了。现在我已经没用了。拉了个杯的，妈审核不了啊！我已无敌啊，你们随意，好吧？刚才也就是给你出去了，在那里装，给我出去。
哎、欸，兄弟们，我突然发现可以开给房管，可以给房管开权限。有人敢开严军，我操！哎、欸，我给直播间的房管开了预言的权限啊，你们可以帮我设置一下预言啊，兄弟们，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多了，我看到了个及时复位的，我靠，终于看到个正能量了。不过他又上我脸上了，又不正能量。小马，你过，我在第二就行。我不要，我不打了。好，撞他。不要打了。哎，我来，没事，我这边没事。哎呀！你在搞笑。不要啦！啊呀，无语！我笑死我了！无语！谁？我真的服了！不会有人开一钻墙啊！我笑死了！哎，小马智能炉怎么买的呀？小马说：“我也想叫，我也想叫啊！”哇！我也想叫你！准备学猴叫的那个。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必须拍个视频，那个树哥啊！啊，谁还敢说我操盘？操！操盘啊！操盘啊！我靠！我在他这么前面，他又飞到我脸上，又把我顶了。我已经有画面了，鸡哥。非常好，非常好。哎呀，今天不干净了。下次就不要再说我操盘了啊！我已经有画面了。无稽之谈。啊，现在小鸡选的西部矿山，他选了一首西部矿山，西部矿山，你再继续开援军啊！矿山还开援军？我操，这么歹的图吗？妈，矿山是有点危险的，我说什么？嗯，我现在已经有画面了。
难了。他这个网络真的是，靠近他都靠近。哎，别失误了！后面的杀来了还打吗？哎呀，太恐怖了！哇，直接飞起来了！我走了啊，我走了。飞起来了，这无敌！哎，我操！我他妈这怎么他妈撞歪了嘛？这什么玩意儿？赶紧走，赶紧走！妈塔飞了啊！不用打了。这塔飞了，有人退了，有人退了啊！有人退了。不是，我也是在那请塔的。为什么？太吓人了。都重进房间得了，笑死了！我操，他妈这他妈真的，他是真的网络卡，这无语太网络，而且他每次都故意，我故意他不玩，故意。送出了一把大飞机，感谢感谢，谢谢一段段五二零送出的大飞机啊！哎，是哎，什么地图来着？什么地图来着？基地，基地，超前基地是吧 ？OK。对。对啊，我他妈车找不到了。OK， 找到了。查四了是吧？查四把了吧？OK， 对，查四把了。感谢一段段五二零送出了一把大飞机啊！感谢感谢。怎么回事？兄弟们，第二把了，第二把了，第二把了。好笑的，妈的，我不敢。今晚第二把了。我操！我就想知道这个是谁呀、啊，刚刚。喂，领导都来了，砍死我们！
脆皮一样。哇，这查这么猛啊！这张图，真的别再发这个了。这个是，都是他，还纯真，这黑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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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这是什么贼呀？这么慢啊，那个弯。我靠，过你，你要学，你要学猴子上树了是吧？三把太少了，开五把是吧？好，现在第二把了，下把开五把的啊。下把开五把的。感谢小马好快我好爱送出一张麦卡，感谢谢小马好快我好爱送出麦卡，感谢你送出的麦卡。你好，谁放的？阿森进来了，43.7，给你扣。零号这场带什么？我带这个。那零号是电厂，这个都带流火啊，流火比215神要快吧？现在都是流火吗？哎呀，那我也来的，这样子，那我就要与众不同了。没五神啊，不然我就开五神了。我也是啊，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现在这图博 ，very good， 对，五神很快的。是严军的博博是五神啊？严军是起步可以出去。我靠！我也不打了，砸你一把。严军没出去，结果是按下五神出去的。这严军起步没开出氮气啊！我操，这转向。别打了啊、哦！哎，毛小兔没了。哇！这谁呀、啊？哇、啊，又是小哥！你怎么卡怪住了那里？妈的！我操，这他妈怎么这氮气这么短啊？我连带到谁了？哇，这小哥差点害死我！小马，好帅吗，小哥？不是小马，那你是我在那边冲下去了。我都听到阿森在隔壁叫了。哇，吓死我了！我操，兄弟们！哎，小哥，我对不起你啊，小哥！哎呀，我操！我跟你说，我要上出去就完了，小哥。吓死！别再恭喜左边，恭喜左边啊！难一点呐、啊，要完蛋了！恭喜左边，恭喜左边！不圆归队是吧？小哥，我对不起你，我真对不起你，小哥，小哥，我真对不起你啊！你嘴上说的对不起，我心里却开心的很啊！ 我已经发现了。哎，怎么是这样？那当然不是。我现在是心里面是非常的难受，跟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吃错了一口屎一样难受，真的，你知道吧？那这样吧，你说100个字说对不起我的话，表达一下。我，哎呀，这我这没什么文采嘛，对不对？我哪说得出来啊？
老哥竟然才三把，我操！啊！今天是运气打码。我是不是连带到人了？我操他妈的，卡半数了！快走快走，小哥，这把不是我连带你了吧？那肯定不是啊！哎，我怎么两圈都这样？啊，我这里不敢断了，我感觉这个车好慢。我不敢说话了。好，小哥五把了啊！小哥五把了。小哥姐。小哥五把了。我三把呀，不然我四把呀。你都不知道咋搞预言，兄弟们给你们看啊，能不能连续五把不垫底啊？能不能连续五把不垫底？兄弟们，能不能连续五把不垫底？从下把开始，马上压，下把开始就封盘啊！下把开始就封盘，兄弟们赶紧压，赶紧压，下把开始了就封盘啊！没有时间给你们压的，不会像速度魔人一样自动封盘了。先个精华吧，什么？精华东梦是吧？精华吧，精华东梦是吧？精华东梦是的。我后悔啊！东梦开流火吧，兄弟们，精华东梦也开流火吧，感觉什么鬼、啊？感觉还是开流火吧，兄弟们，精华东梦。冰货的话可以开，但是。速度不够快，还是开流火，还是开流火，兄弟们，冰火感觉速度不够快。啊，小哥是小鸡五是吗？我先打。加错了吗？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鸡六，小哥四啊。好了，封牌，兄弟们，压完了没有？压完了没有？压完了没有？谁的谁开？OK， 封盘了。谁放慢啊？不要慌，兄弟们，我速度比他们快啊！好紧啊，兄弟们，好紧啊！真的不敢失误了。我今天老是快速点不出来。继续拍，妈的！我操的，他妈第一把就垫底了！来压压压压！
下把开始封盘啊。夜明杀毒了，乔哥四，T哥六，夜明杀毒。四把的话，咱们就是要避免那种连买的情况。连买的话，真的就会连买。连买的话，你就会没有手感，你手感一差了，真有可能会连。咱们就避免。开局就封盘啊！开局就封盘，开局就封盘啊！避免连买就。开局就封盘。来来，准备封盘，准备封盘啊！赶紧压！你们看到这个，你们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压了啊！你们就已经差不多压不了了，不是可以开始压了，好吧？因为你们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我这边已经开始了，好，准备封盘了啊！妈，老子黑化了！哇操了！娘了个逼的，他妈老子这把都没集气。啊对啊，这不都不说话了，我操！好，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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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把了。来查选图。个反亚吧，反亚开什么杀了吧？你也差不多了呀。哈哈哈哈哈！我操！你们怎么都不说话？还差多少把？差多少把？还差多少把没了？还差十二把。十二把，还差十二把结束了。妈的，我认真了，不还差十二把结束。等得我都有点慌了，我认真了，妈的，我操，还差十二把，我还以为全图呢，吓死我了。
哇操了，我今天他妈跟嘴里吃了屎一样的，这什么操作啊。两把啊，两把兄弟们，两把，现在开的是五把啊，五把，五把能不能连续的不垫底、哎、第一把的话第一次就垫底了，直接轰，直接结算了。
了，对吧？兄弟们，右边的六万六兄弟们慌不慌？右边的六万六兄弟们慌不慌啊？四把啊，四把的啊，哎，四把还是五把的兄弟们？四把还是五？四把了吧？四把了兄弟们，还剩一把了啊？还剩一把了各位，四把了，还剩最后一把了，还剩最后一把了，最后一把能不能不垫底？最后一把能不能不垫底？下把就垫底，不可能的。谁选图？选图，选图，谁选图？我看图，妈的，没了，操了妈，那一车又不会讲张图。燕子屋，燕子屋。燕子屋都来。燕子屋我喜欢啊，我操。燕子屋可以可以，这张图选的真好啊。你要是机甲的话，我会觉得你这张图选的真差，但是要是冰库的话，我觉得啊真不错。好了，兄弟们，最后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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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啊，看看是左边还是右边啊。这什么卡位啊，这个无语逼。好，恭喜左边啊。 OK， 这把钱上恭喜左边，恭喜左边。我没换宠物就开了，我没换宠物就开了。那妈的，这个宠物不能用吗？瑞泽祥林不能用。我也没换，但是我用的也是瑞泽。嗯，好，下一把 我想开十把、没有十把了兄弟们，没有十把了，没有十把了，还剩几把、啊、最后因为宠物的原因，猪都比我快，给我超了，我吐了。还剩几把？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还剩几把啊？八局是吧？还剩八局，那兄弟们，我们开多少局啊？啥图？啥图呢？什么图啊？感觉没图。那开七局吧，开七局吧，因为有一局要审核啊，你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审核了。斗鱼的审核的效率真的很垃圾的，斗鱼的审核员真的是贼垃圾，他妈审核半天。一路吧。我们开七局，从下一把开始，从下一把开始，兄弟们啊。
从下巴开始，从下巴开始，兄弟们啊，从下巴开始啊，开七局，开七局，八局开不了的，现在已经马上要开始了，审核都审核不，审核都不过。好的，兄弟们，给你们已经把最后七局开好竞猜了，兄弟们，已经把最后七局给你们开好竞猜了啊。这把不算啊，这把不算，从下一局开始，最后七局啊，最后七局，从下一把开始啊，从下一把开始。四把太早了，都来了。这冰过考试也不算快啊，兄弟们！啊，小鸡，不要这么，这一个两个都不想买单啊，都不敢说话了啊，这一个两个、啊。嗯，好了，兄弟们，从下一把开始，太好了，从下一把开始，连续的七局啊，兄弟们，从下一把开始，连续的七局不垫底啊，连续的七局不垫底。我靠，就是有两个人在我面前，鸡哥，求你了，再给点力，真的我受不了。本来我这把没事的，硬是把我推走了，还没有喷。好 very good very good 啊，连续的七局，兄弟们，拿冰过和机甲去比，看一下图啊，这不是一样的价钱，比什么比，这价钱都不一样的，来吧，那航天城嘛，航天城是吧， OK， 打完这把这价钱都不一样，这怎么比，兄弟们，这也不好比啊，这价钱都不一样的，对吧，起码要价格一样才有可比性。主播签的弹幕合同，没有没有，怎么可能签弹幕合同啊，那不至于签弹幕合同。为什么小哥才买四把呀，价格都不一样，就其实 没必要去比啊，花的钱都不一样，我就不能买四把了，你这句话说的啊，我操，冰波这么快的，这张纸。哎！啊！这什么闪现啊！我都不敢直面飞了，哦、这他妈什么闪现怪？我靠！都不敢这样飞的，我大人。D.I.B. 好了，两把了，两把了，兄弟们，两把了。哎，不对，两把还是一把？一把，连续的七把啊，兄弟们，反正不用管那么多了，打到最后比赛结束啊，我都不买单，左边就赢了，右边压了14.4万，左边压了78万，兄弟们，啊，两边已经
非常的悬殊了，一比二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现在不用管几把的，因为我们压的人啊，总会是压到最后一把的。啊，来无语币，无语币选图，无语币。电音梦工厂，电音梦工厂开什么车啊？妈开冰魄还开流火，兄弟们，妈有电音梦工厂有点想开流火，但是感觉流火他妈是怪怪的。等一下，找一下车先了，找不到车了。开流火吧，开流火吧，兄弟们，开流火。哦，他们不怕。深深的，深深在我隔壁房间啊。他们现在在我直播间露不了脸，要不然的话会出事儿，兄弟们。啊，所以就不要冒这个险了。就像我，你就像我去他们直播间也不可能去露脸的，对吧？他妈要不然赔死我啊！这个，所以就暂时没办法跟我一起上摄像头了。啊，你们也可以去他直播间看一下，去他直播间看一下，你们对吧？这把我不管是谁买，反正不可能是我。没断公交了吧你们？那肯定断啊！我操，我都没喷啊！那流火断空标比冰魄要稳。挂了，好，三把，两把还是三把？你死了，那不断氪金，我真的服了。哎呀，万一失误了，我就没了。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不？房管带节奏。没事，你命亏了，我命少啊！我有些东西嘛，吵吵架什么的，对不对，兄弟们？我说了，直播间你只要不是什么人身攻击的，我都不会进言的，要是我这把买了，你就背大锅，我去！直播间只要不是那种原则性问题，我都不会进言的，兄弟们。不管是谁都差不多啊。我不死吗？怎么又有吼叫了？没。谁在这里叫啊！我靠！那张恒国，他妈的，你我跟你说，你不要叫了，你感觉你飞到我床，那你飞到我直播间来叫，真的是，不要，你飞到我家里面来叫啊！你不要在直播间叫了啊！你飞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叫个够。没有，兄弟们，没有，说错了，兄弟们，说错了。妈的，这机器怎么这么差？我靠！
好，兄弟们。哇！好，小哥五了，小哥五。我这个毒。一会儿别用这个皮肤了，可以不晃眼。这个皮肤你们觉得好看吗，兄弟们？这个皮肤好看吗？值一千二吗？或者说值一千五吗？有些人花了一千五才出啊。五把。觉得这个皮肤好看的人扣个好看，觉得不好看的扣 Y U E。给我看，让我看一下你们的意见。我看一下图。看直播间有多少兄弟们约出来了啊？行，不好看是吧？好，那这样吧，狼队吧，狼队的皮肤挺好看的，是吧，兄弟们？雪山，雪山之巅，雪山之巅就不开了啊，兄弟们，雪山之巅就不开了，雪山之巅冰魄吧，冰魄还是舒服。哎，我车呢？好看，像你一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更丑了呀！没事，这把开冰魄啊，冰魄麒麟不丑。都不一样。这把冰魄不丑，冰魄不丑，兄弟们，冰魄不丑啊！冰魄麒麟王都快。不开新皇，冰魄比新皇，冰魄跟新皇差不多快啊！冰魄跟新皇差不多快。我真的怕气随时可能就没有了。哇去！吓死了！哇，这能不垫底的兄弟们，吓死了！没事，兄弟们。你说你还是有风险的啊、哦，你才六级。没事，不要慌。妈的，63188，跟我们至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我们至少一点关系都没有。1338，你肯定不慌了。我靠，差点要被骂死啊！妈的，开个冰魄的妈没拿，那还垫底。抖起来了，你知道没？我卡这个，我刚打错手。你知道吗？比那种打单挑还压力大。为什么直播间会把冰会那个直播间会把矛盾转移到 A 车身上、啊？兄弟们，冰魄就是最强 A 车呀、啊，对吧？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你确定啊？广寒，你们开什么车？冰魄是最强 A 车啊，没有争议的呀，兄弟们。啊，难道有争议吗？新皇吗？难道有争议吗，兄弟们？冰魄是最强 A 车。我想一下，我开冰魄还是新皇？除了序列未来以外，冰魄就是最强 A 车啊。这难道有争议吗？没有争议啊，兄弟们。冰魄是最强 A 车啊，这个没问题啊。这直播间劝你们抽这个车抽那个车的时候，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A 车没有抽冰魄就不要抽别的 A 车了。哎，真的是，怎么都是绿的呀？这么喜欢绿？
哇靠，这查别连带了。先出来，兄弟们，我没关系啊。哎，我至少先出来，我一定不会垫底，兄弟们，我这个 ECU 是有想法的啊。我至少先出来，我一定不会垫底。我一定不会垫底，兄弟们。我出来，我一定不会垫底啊。我这把是被压下去了。你叫官方把冰魄削了，我叫你一千遍跌，你叫我一亿遍跌都没有用啊。你叫我一亿遍跌都没有用，那我让官方把冰魄给消了，他妈我出门都要被人拿刀砍，你知道吧？啊，你能不能有点谱啊？真的，什么图什么图？我也不要选什么图了，没图了。天空之神，你没图了。天鹅堡啊，机场啊，梦回古蜀啊，神都千古啊，绿野逐风啊，啊！秋名山，秋名山是吧？好好好好，秋名山啊！真的是你们这些人啊，太他妈离谱了！他妈让我去跟官方说把冰魄给削了都来了，各位兄弟们，这他妈怎么会怎么他妈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兄弟们？真的，我要真这样的话，妈，我出门都要被人砍死，我跟你说。哎呀！好，兄弟们啊，第几把了？第几把了？第几把了呀？还有两把了，兄弟们，还有两把了。我靠！妈的，一个两个都不说话了。不能说话呀！我操！这怎么搞啊？好，这妈什么呀？等一下后面有平局怎么办呀？平局就结束了。平局肯定要分出一个呀。平局怎么办？继续加赛吗？还是？啊、平局随机图打一把那个单挑吧，你们两个。红旗就加发了，行，完了，恭喜右边啊，恭喜右边，太气了，他妈这把我是真的恶心啊，兄弟们，我恶心死了，开局我急了，我漂移漂了270度没有集满气，我玩你妈，谁选图？还有哪张图？我那些图还有哪张图没选？这时候这个猴叫轮不到我了，那些图啊，亚特啊，神都千古吧，来神都千古吧 ，OK， 神都千古，我操，我刚才那把这是真的是他妈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来吧，霍金要换车吗？他不换的，
他不换车的。妈的，霍金觉得冰魄是最稳的。霍金觉得冰魄是最稳的，没必要换车啊。这个破壁阎君真的破壁阎君。谁要叫了？谁要叫了？谁要叫了？没了啊，没了！三个八，今年八局怎么说？继续呗。三个八，那继续。一个人九局，谁就直到有个人九局为止，兄弟们，继续啊，继续，继续，好继续，继续，继续。35局了，三个八，三个八，兄弟们继续啊，直到有一个猴子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继续，选图吧选图吧，最后没选图，不行，服务员好一点有阿杰，三个人，我操，不是你们三个买怎么办啊？啊？不是我们三个买就继续啊，不是不是他们三个买就继续，妈的分出胜负为止，继续，来。对，直到有一个出来我就这样子。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啊，三不三个人不行、啊，什么三个人没意思、啊。我就没选了呀，这样。那就要有就要一个人、啊、一个人才有意思。我现在都在手抖，我靠。查选图，查选图，啊、快快快快！妈三个八，我操都来了，妈三个八都来了啊。嗯，没多少张图了都已经，其实35张图，还有十几张联赛图啊，联赛图都差不多选光了。嗯。谁先到九把猴子上树，好吧，猴子上树啊！不管你上的是真树还是假树，要是霍金你猴子上树，这样你的小红从他的小妹妹那边回来，你让他不应该你们三个打，然后排名谁后的就结束了吗？怎么好像我们还要继续打？应该你们三个打呀，这样我又有危险了呀！哎，确实，就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哎，对，我突然想起来，这样很不公平。哎呀，你怎么可能会上来的，对吧？怎么可能啊？等一下我又买上来，如果真怎么办？我靠，怎么可能啊？你再黑也不能。怎么可能啊？不要这么想，懂吗？我被忽悠了。这么好，不是这么想。这样吧，就是你们三个谁的排名靠后，就谁买最后一把。不，别吵了，就这样先。不行啊，我靠！会有这么倒霉的？你怕了？怎么？你怕了？你才六把，你跟我们怎么比？不行啊！别怕呀！不行，被骗了，不行。谁骗你啊？我们谁骗你了？赶紧开！没关系了，跟我没关系了。你们谁到赌就谁买就。哎呀，你别吵！好了，哎呀，对呀，别吵了，开！要不要这么紧张啊？都六把在那怕。对呀、啊，这六把我们三个六把在这里虚，真的是三个八，你一个六在那里。等一下，连买两把就没。真的是啊，真的是六把在这里怕什么怕啊？我操，这什么呀？人麻了。
我玩个锤子啊！不行，我感觉好像被骗了。怎么被骗了？我们紧张，你紧张。等一下，小马上来四个八了。等一下，我们三个更紧张啊！你一个六，你在那里。我他妈今天晚上，我今天晚上用流火，我今天晚上用流火买了好多把了。这流火这个玩意，啥我跟啥都不挑，真的是他那个路线跟我一模一样。谁他妈难开？我说实话，难开的要死。嗯，还得是冰魄舒服啊，真的还得是冰魄舒服。来把天空之城吧。天空之城，来把天空之城。这勾巴车真难开，我说实话，真的难开，太难开了。等一下我就去下载一个反诈 APP。 别说了，流火玩家不高兴了。嗯，全部人都开冰魄，我们就开冰魄吧。结束了，好，吓死我！好，我的手都在抖啊，这乌鸦带来的他妈悠悠的，我操！结束。哎，茶怎么跑了啊？茶，要爬树叫，爬猴叫了，怎么说？茶，爬个树，哎，真的爬个树没关系的，真的。啊，明天要看到你爬树的视频啊。要不要来把拉力啊？啊，跑拉力，来一把拉力，来把拉力，下播了是吧？一个拉力赛。